虽然说哈，细雨蒙蒙，但是在这个时期能出外景是幸福的。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个很厉害的地方。我住在台北这么久，对，这里是内湖，对不对？内湖有这么棒的地方，我没有上来过。这边是一个休闲农场的概念。白石湖。对。那今天只有我们两个，会不会太孤单？今天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影歌是三栖的一个天后。真的假的？他是在我心目中，如果说第二就没有第一了。不止唱歌、电影、电视，全部都拿过奖。你从王彩华开始就讲这样的话。你这样讲他会不出来了。你要出现会是彩华讲的。啊，这样你讲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真的，戏演的好，歌又唱的好，真的是厉害的，真的厉害，超强的。我们这个乐团本来要这个首发的演唱会，第一个嘉宾就邀请他。哎呦，厉害了！睡啊睡啊睡啊！我跟你讲，其他人还在那边，我们要看一下 schedule， 推推拖拖的。真的没有，我直接把那天定下来，然后把所有通告推掉。你知道吗？他多挺，挺到一个爆炸。后来我们取消了。我们今天来一个深度旅游，深度旅游。是要采草莓啊？这边草莓，这边好像有吗？这边听说有草莓吗？而且是很特别的种类。有啊，百货公司一盒2000块。一盒几颗？365颗，去看看就知道。啊，哥哥来看看，看看，那是草莓，草莓，草莓的人给讲，给讲比不掉。哎呦，哇，这是什么？白草莓啊！哎，这草莓，草莓吗？这草莓怎么好像？这是恶魔的果实吧？颜色发白，看起来草莓很虚，对不对？太奇怪了吧？有这种草莓哦？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哎，真的不可以采，不可以采，不可以采，滴滴的采。哦，真的，哎，老板来一下，你是老板吗？是这边的老板。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老板你好，中间站。哎，请教几个问题啊？哎，是这个白草莓，它原来就是白的，还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把它变白了？比如说花椰菜。绿花椰菜跟白花椰菜是因为没有接受到日照的关系，所以它变成白花椰菜。那草莓呢？草莓事实上它本身的品种就是白色，事实上在国外也是很盛行，只是台湾的环境可能不适合它，种不出来。那最近我们有台湾有引进，然后改良过、驯化过。我们是100%不能下药，因为我们是慈心有机验证的，它随时会来抽验，而且我们的农药值是要零检出，所以很强哎。如果要这样种的，那草莓是很容易有虫害的，草莓很难。所以白草莓是没有办法种在外面的。种在外面，在我们北部它难度非常高，不能淋雨，因为你淋雨一晒太阳，它温差太大，它一定烂给你。所以人家才说温室里的草莓嘛，草莓族嘛，不能淋雨，不能吃，也不能捏，什么都不行，你就在家隔离就好了嘛。没有农药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有机的，那我先试试看，我先试没有问题。不过待会我告诉你，草莓它事实上白色的，你要分辨它能不能采，它好在剪，要有一点红的啦。我想要问，要剪哪里？剪当然是接近草莓那个地头，地头这一颗一定 OK 的啦。来，看谁剪得最好。我这一颗 OK 啦。我再来评鉴一下。这这么熟。哦。第一次看到那边白草，当然你们这么熟了还不摘，那个再不摘就烂掉。如果要吃都可以吃，只是口感不同。剪一颗就好了。哎，我们来评鉴啊，剪一颗。来来，看谁的最熟啊。这个超棒哎。没有。你它会有分大中小，但是有时候大，但是也许还没有完全成熟。来哦，还有5秒，4、3、2，来，好，来评鉴一下，来，我的在这。哇，事实上都差不多。这三个的成熟度差不多，你们这两个的口感，相信现在已经很软了。哦，这个也 OK 啦。差不多有80%熟，为什么？如果说你80%给我讲清楚哦。所以80%就已经可以吃了。怎么分？怎么分？事实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籽哈，已经转红了。要转红了。你的很红哎。转，对，我看到转红的，然后这个表面哈。啊，你的这个要红不红的是这样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女生挑的，女生挑就挑一点粉粉的，可以直接吃哦，保证可以吃。我是不敢讲，我说我进来我都吃饱来出去。啊，我要哦，真的，直接拿地摊，直接咬掉，然后前面那一点不要吃就好了。哦，很好吃，而且它真的纯白哎，真的纯白的，而且很有水分，爆浆。
哎、欸，很好吃，而且它真的纯白哎，嗯，真的纯白的，而且很有水分，很有水分，欸、还有一点点水梨 feel 哎，对，真的是很好好吃哦。哎、欸，其实红色啊没有那么酸，比较甜，我喜欢酸一点，它有点微酸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嗯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可以吃到你自己的口感。如果十个应该有各有它不同的风味，因为成熟对成熟度，然后在高架的还有在地上的也会略有不同。你刚刚摘的是高架的还是地上的？嗯，我忘记了。这个症状是什么？你是金鱼哦？这是什么症状啊？你是什么症状？太甜了，三。因为我刚刚采了三颗，然后其中一颗烂掉，我把它丢了。那一坏掉的就不要，对。啊，你呢？你刚采哪边的？我采地上的、啊。哦，你不要跟我讲你忘记了。我不是金鱼脑，我不是。对，啊，你刚刚这样吃什么感觉？我吃起来的感觉就是它水分比较多，对，然后带一点微酸的感觉。你刚一半应该先给我看，我那个八分九分差在哪？不是、啊，我们就一直吃到饱就知道啦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吃到饱。我们现在是开放吃到饱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刚刚那颗超完美，搞不背。可以，对，你可以再拔，我要拔，是不是？拔比较，我要拔上面，当然要拔大一点。我觉得还是地上会比较好，地上的会比较好，是不是？那干嘛种旁边？如果远远看啊，你看到有比较有家变粉红的那个地方都粉红。嗯，你那个是比较熟还是比较不熟？没有啊，你吃一下高价的，高价的是不是？你再吃是地上的，我想是两种味道，也不同的感觉，真的不一样味道，我没有骗你。先吃高价的是不是？真的假的？上面的像水梨，地上的像草莓。真的，不同的成长。还是是高价的，我真的啦。我看他有没有说谎哈。高价的，真的，这高价像水梨啊，像水梨，不一样，甚至就不一样感觉啊，真的啊，哎，上面的，我觉得上面比较没有那么酸哎，对对，上面没有那么酸，上面水分多了，它带点甜点，但地上比较像草莓的那种酸香酸香，而且地上的口感是比较接近草莓的口感，在我们这里也可以等出这么好的草莓。对，我自己也觉得很讶异，你自己是不是？哎，我觉得很讶异，对啊，我觉得不可思议。嗯，你不要小看这个，这个如果那个大的一颗，这个一百块一颗，一颗大的一个，等一下，大的大颗的一颗要一百，我们一盒十二个，一千一整个，不要忘记了，真的，你不相信？去威风广场，你看都是一千，这么恐怖。我刚才两颗就吃了一个便当了，我们至少百货公司的半价，因为你很好。你看日本的水果，有的时候还是真的蛮高单价，比如说像哈密瓜，到日本去那几点？很夸张哎，它葡萄也是啊，对不对？那苹果也有啊，对啊，也有啊，白草莓。不用到日本就可以吃得到。就像我们现在的白草莓也是。那你们今天比较有缘，对，来开放说，让你们来体验。好，哎，那个大篮子给我一下。对。好，姐，很高兴就好。家乐福那种推车。我想要来找一个比较小的，看会怎样。像是臭美猴啊，就是一颗一百，贵死人了。咦，这里有一颗超大颗，等下我要把篮子夹着。哇，这颗超大颗哎！你看，这颗是王哎。可是好像不见得要很大颗才会有那个红色炸出来，这颗就还好，绿绿的，可是超大颗的。看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还没有红。这个勉强口感会不一样。这里是。下骹这粒先好，白草莓。哎，我真的要捡回去给儿子他们吃的哦，因为他们后天上来，我们家那小的超爱吃这个，超爱吃水果，他可以不吃饭，他就吃水果而已。这样有吧？刚刚老板说。十分满分的，就是要那个里面的红红的炸出来，这颗很炸哎，应该蛮好吃的。
哦，那阿联两千呐，三一千三的，你多少？你赚了多少 ？OK， 我不是来赚钱的。啊，我们总不能这样来白吃白喝吧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今天我们刚好有两个工作，等一下分两组。好，哎，但分两组，我们三个人的，三个人就只能分成一、一、二。对呀、啊，对对对啊，那豆哥你就一个人委屈了，我跟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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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等一下可以，我等一下我先问是什么工作、啊，去了就知道。你们两个一组，等一下如果是要做菜，你会做菜吗？我还可以。那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對對對那怎么办？前几次都是你在演，你不用担心，运气好，运气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好，行行行行，老板走走走。好，要做什么菜？做西班牙海鲜炖饭。哦、oh. ，我们刚刚第一个步骤已经结束了，对不对？先放姜，然后炒蒜，对，然后再就是放姜黄粉。啊，你们西班牙的锅子都这么大、喔？哎呀、啊，我出个声哎，我怎么？我改一下。这是要做阿兵哥起来哦、喔，接下来是洋葱是不是？对，洋葱下去一起炒。Oh. 啊，那是几人份？这个我们今天煮，我们今天煮五十人份。五十哦，人份。哇，啊，这个可以做到一百个人。啊，这个下去之后，下一个步骤再放什么？那个姜黄粉。刚才撒你没有看到，我现在再来撒一下。再放一点，会更好。哦，一锅就是安尼，好不？安尼。炖饭一定要用这个提味。对对。这下面米。这个长鲜米，长鲜米哦，西班牙人炖饭都用那个他们西班牙人的米，有没有？但是他们煮的都是半蒸不熟，米心比较硬。对对对对，嗯，这个饭有先蒸过吗？有煮过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先泡水泡两个小时，只泡水而已的，泡两个小时，因为它蛮软的，它比较很容易。哇，这样就是国王。哎，你手声爱讲呢，你手声爱话声的吼。以前是还好啦，就平常我在重训这样。所以现在要放汤了吗？汤要落去未？汤嘿，就是汤。直接倒落就好呢，甲呛落。啊，甲你呛落啊！好。哦，舒服，呛落。好。好，过来。用平。平的哟。用平，用平。哦，原来炖饭都是安尼做的啦。那把它弄平之后就可以焖了吗？是是是。来，来，现在有人提出封牌的要求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这个锅子。封牌。哦，安尼多久？15分。十五分。啊，等下各个海鲜落皮皮就好了。嗯嗯。好，那这里就交给你们喽。好。啊。顾一下，顾一下。是哦，哎，嗯，老板娘，嘿，来来来，你看哈，还给你一株草莓酱，对不？对啊，但是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拉翁？那你不要拿来，一下这边，一下那边的，不行哦，最好是顺时针，顺时针，顺时针就好。对，所以正常来说，我们要煮这个叫做草莓果酱。我们有白草莓，那这个白草莓的话，它煮的时间不能那么久，所以加白草莓，加白草莓下去。所以我们现在给它煮的目的就是说，要让它也感觉到有稍微一粒的感觉。哦，好，好，一整粒的感觉，因为白草莓比较名贵，比较娇贵。全放，柠檬可以放进去，因为我们那个白草莓不要煮那么久。生的啊，生的。对啊。好，那你这边是什么？这个是要做黄金泡菜的，好好好，来，我叫做梅金泡菜。梅金泡菜怎么做？现在呢？我们现在是哈，没关系，我来，交给我，一手一个啊，一手一个啊，怎么样？怎么弄？先怎样？先这样，你把你搞得够糗啦。先这个放下去，这个好，然后呢？要打成酱，这边开始越拉越有阻力，越有重量，对啊，对，来，全部加进去打，对对。哎，这下面为什么这么勾啊？这里面就是有南瓜，南瓜，对，红萝卜，红萝卜，我们先下去煮好它。对，都煮好了。它本来就会，本来就有出甜味是吗？对呀，它会释出那个糖分呐。哦，会释出糖分。它这个要加多少？提味啊，提味。来，全加。这个要加，嘿，这全加吗？我这个就是有加草莓酱。全加吗？对。好。好，那我们就下去打，这样。不。好 ，OK。把它倒下来拌一拌吗？直接倒喽。好，直接倒哦。对。好。
哦，哎，金黄色的，哎，这直接就是红心泡菜了，好强哦！哇，然后整个拌一拌，整个拌一拌吗？对对对。用这个拌，没有这个手套干净的，这样就能吃了，还是要再让它放？放一下，放多久？放两天。要放两天嘛，对不对？那各位观众，两天以后我们再见了哈。那个大姐问一下，你完全不担心他们炖饭煮？他那个做菜的很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要赶快去看他们。啊，看一下好了，要不然等一下热变霉了呢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变臭味大哎。对呀。我是不是改掀盖了？差不多啊。也要先哦。哎，我先啊 ，OK。看一下哈，看一下。哦，来给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好，那我们要来排海鲜喽。排海鲜哈。来，就这个先，倒下去，全部铺上去，全部铺上去。哦，平均分散。平均平均，要美观一下哈，要美观。要美观哦。哎，啊，这个汤哈是那个海鲜的那个，你看那颜色哈。哦，实在够惨的。来哦，你去先给扣一下哈。哎，虾子先来一票，那两个那个虾子的中立体的，立体的，立起来，来立起来，立起来，嘿。哎，看到这么多虾子，整个人都开心起来呀。哎，我好多人。好，给它排一下哈，那看起来就会啊，一点浪漫。哎，排一下，排一下。对呀，排一下，排一下，这个给它排一下。它挖进去的。哎，给它这样擦一下哈。艺术美感，两圈哎，两圈，中间小圈的，中间小圈的，对，哇，啊，你看不见，看不见，上盖，啊，这样盖起来再五分钟哈，再焖，哎，要焖一下，焖五分钟。哎呦。哎，这种生活很不错哈，自给自足哎。对，哇，好棒哦！我们现在从哪一个开始？从你们的炖饭好。好啊。哎呦喂，嗯，一点点硬。可以哎。哦有哎，但是你的炖饭会不会太硬了一点呢？第一次炖嘛。你里面是你觉得哎，但是我觉得你这包你这个炖饭炖得不错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你把那个炖饭的米有没有？你看米心是 Q 软 Q Q 软，嗯，你的米里面好像饼干，可是起来另外一种口感，嗯，因为中太大火没有办法，对对，哎，但是这个味道是香是舒服的，它不会太腻口，然后也不会太很重的炖饭感，这样，呵，来再来再来，你们刚才做什么？很香的哦，这个加这个臭豆腐哦，臭豆腐 ，Lady 泡菜要。塞在里面哦，哇，哎，这要有缝有缝，来，我你阿你，修强啊，修强啊，啊，我只是想帮忙啊，我搞不好他吃重咸的，太咸了啦，这样子吃啊，哎，嗯，好，嗯。没有吃到吃过的口味，对不对？那里面有，因为我们泡菜里面有那个，我跟你讲，里面有那个草莓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，那比例是一模一样，很好吃。泡菜是台式的还是有日式韩式？台式的黄金泡菜，因为我用的是用高丽菜，嗯，你们自己韩式的是用那个大白菜，嗯，对，这个是油先生，司康味吗？我里面有放草莓酱，这个好要这样。这个好像沾一点点，淋一点点哦。它现在是冰的，是烤过更厉害。可以用一个，嗯，那样吃生菜沙拉的。哎，你是不是夸张了？我根本没有夸张，你等一下就不要给我出这表情。嗯，我没有骗你嘛，你以为我这个就好吃才好吃，不好吃我也说嗯啊不错。这个草莓酱跟外面那草莓酱不一样哎，不一样，它里面是有用那个一般我们红色的草莓，我们先下去 can hit 了整个酱对不对？最后再加白草莓下去，这样看哈，光那个白草莓的酱大概成本大概在3000块了，沙沙料嘛，差不多嘛。我看那个。做成果酱的草莓还这么有口感，真的没有。你不要给我做这个表情，你刚刚就是做这个表情。哦，哎，真的好好吃哦，好好吃。
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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